我们看菩萨，看祖师大德，看善知识，真正善知识肯定是如佛菩萨一样，在这个世间呢，做事实现呐。这个实心都是真实利益众生的啊，细细去观察，都是舍己为人的我们要留意啊，不能够疏忽。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我们虽然没有亲自见到这个人，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记载的，冷静的思维，细心的观察，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观察哪些方面呢？观察他存的是什么样的心？他对于宇宙人生是怎样的一个看法？再看看他的生活行持，我们就生智慧了。于是我们自己就晓得自己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存心。中国人讲良心呐，佛的良心呢，一丝毫没有损坏呀。现代人有不少人可以说良心没有了，完全变质了啊！学佛的人良心也变质了，但是还有少份还没变，他还能学佛啊，99%啊，这个良心坏掉了，变质了，还有一分还没变，这个人就有能力学佛，还有指望啊。从什么地方去观察呢？在日常生活行持当中，造作种种不善，他还有一点心里不安，这就是良心还没有死尽啊。如果良心都没有了，造十恶重罪，他也不知道后悔，他也没有感觉到他不安啊。他那个感觉的不安是什么呢？是怕别人报复，
没有感觉的他自己做的事情是罪过，他没有罪恶感啊，但是他有怕人家报复感。为什么呢？别人对他不起，他要报复啊，他不会原谅别人的，那么他就会想到了，自己对别人不起的，人家也一样会报复。良心没有了。天良丧尽的人，就是佛法里头所讲的无惭无愧。惭愧这两个心所没有了。那么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卧室他都能够做得出来。可是果报现前的时候啊，后悔来不及了，绝对不是做，不是说做了以后就没事了。这一生即使你的福报很大啊，你做了很多坏事，你伤害了许许多多众生，由于你的福报太大，别人没有法子报复你。啊，你的冤亲债主现前不能报复你，可是你要知道啊，那个冤恨呢、啊，永远不会消灭的。到你来生来世，你没有这么大的福报来应付你了，冤亲债主就来了。啊，但是这个时间会很长很长，为什么呢？你的果报决定在地狱，地狱罪受满之后，然后慢慢还债。啊，你所杀害的众生，你要偿命。啊，你欺骗夺取一切众生的财物，你要还债。这个事情麻烦了。真的，你要多少劫，你才能把这一世所造的罪业把它还清？如来的智慧佛言不可思议，他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在经典里面这样详细地告诉我们，我们果然明白了，搞清楚了。自己一定要知道，像佛一样，这一生当中决定不做亏欠一切众生的事，决定不干了。啊，我们知道干了将来要还呐。现在造作恶业，
得的利益太小太小了，将来还债呀，那真是得不偿失。我们何必干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做好事，跟一切众生结法缘？不但不结恶缘，善缘都不结，结法缘，好啊！啊，为什么呢？善缘里头啊，有情执在里头。如果没有高度的智慧，它的变化太大了。啊，善会变成恶啊，善缘变成恶缘呐。所以佛教给我们戒法缘。用的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啊，能用这种心，啊，我们常讲的五种：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用这种心跟一切众生，无论借善缘、恶缘，全是法缘。真诚不虚妄啊，清净不染浊啊，平等无高下了，把所有一切善恶缘全都变成法缘了。我们要学佛菩萨这样的本事啊。那么这是众妙功神，他能够了知的。了知就是弃如啊，不弃如你怎么会了知呢？再看下面第五首：一阶修成不思议，求其边际莫能知啊！厌法实相令欢喜，无尽光神所关键啊！无尽光界诸佛神，他得的是光明照耀无边虚空界。所以他的赞颂里面一开头说一阶修成不思议，这一句讲的是时间。接着求其边际莫能知，这是讲的空间。这两句合起来无尽的时空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想象到它活动的空间是多么广大。这是真正的福报啊。啊，那么再回头看看我们凡夫很可怜呢。六道，我们单单讲人道，就在现前这个世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一生呢没有离开家乡的，啊，生活的空间很小很小啊。
现代这个社会科技发达，交通便捷，活动的空间呢稍微大了一些了，可以到世界上啊，这个地球上各个地方去旅行了，去观光了，人数比例还是少数。不要以为是很先进的国家啊，我过去在美国住了十几年，我们些邻居看到我们常常在国际上旅行呢，都投以羡慕的眼光。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国，因为他们是属于中低收入，假期出去旅游多半是在附近一些地区，能够到另外一个州去旅游已经非常难得了。工业发达的国家假期少啊，假期短啊，在美国一般最长的假期是五天，所以我也常常告诉讲经说法的法师到每家地区去弘法，你准备的这个讲演资料不可以超过五天不可以超过五次。为什么呢？他没有时间来听，五天全来听的很稀有很难得，你讲五天他可能来听个三天四天，五天都能来听的不容易所以在他们那个地区这个讲经说法他们最欢迎的是不超过三天，这最欢迎的他的假期可以拿得到，五天假期不容易拿到这个是社会结构不相同，不像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时候我小时候八九岁七八岁的时候住在乡下了，那个时候还是标准的农业时代抗战之前呢在我们安徽这个地区已经是相当落后了，假期很长这个乡村里面种田的人秋收之后从叫想过年了说吧，从腊八就开始过年了，就完全放假了，农历十二月初八腊八放假，放到哪一天呢？放到二月二龙抬头这才去工作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一般寺庙里面都举行
讲经说法，喜欢听经的人可以到寺庙里面讨经单呢，在家人都可以啊。这一段时间可以住在寺院里面，寺院一般也都分内外，内院呢出家人挂单，外院呢居士可以挂单。这么长的时间呢，寺庙利用这个时间，时节因缘，来做戒引大众的工作。佛如是，道如都如是。儒家也选择在这个时候讲学，儒家讲学一般呢都在这个，多半利用祠堂。也有用这个神庙。这中国放假期间长才能办得到。如果中国将来也走向工业化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紧张，休闲的时间越来越少，这个要对于人生的目的跟意义来讲呢，往下降低呀。人活在世间，古人常说，总得寻一点乐趣啊。你这一生才没有白活啊。如果一生都活得像牛像马一样的，是一天到晚在那劳累，累了一生不知道忙些什么，不知道为些什么，这个人生就很可怜了。我们看到今天有许许多多从事于工商业的，物质生活过得不错啊，收入很可观呐。为了他的工作，为了他的生意，天天到国外去跑啊。一年在自己家里头住不了两个月，这种人太多太多了。世间有不少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羡慕。其实你冷静想想，他忙些什么？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不干这个事啊。为什么呢？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天天忙到赚钱，人生到这个世间来是为赚钱而来的吗？即使是赚钱，你所赚得的是你命里所有的，命里没有的怎么样经营都赚不到啊。命里有的无论你做什么行业都发财，命里有嘛。你工作行业那是缘的，你有因的，因有缘，果报就现前。哪里要那么辛苦啊？
哪里要那么操心呢？这些事实真相不了解不明白，所以生活过得很苦，过得很可怜。啊，我们学了佛了，对于宇宙人生呢，越看越清楚，越看越明了，才知道自己幸运呐，才知道自己有福啊，才真正知道啊，佛菩萨老师的恩德。怎样报恩呢？我们这一生能够过得很快乐啊，就是报佛恩呐。没有胡作妄为，啊，思想言行都能够称信，都能够随顺佛陀教诲，言法实相令欢喜啊！哦，这一句难得。要把诸法实相表演出来，啊，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中，起心动念、一切作为，都与实相相应，实相。事实真相啊，这是为人演说。果然我们做得如理如法，必定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众生跟你接触欢喜，就起心动念呢，想跟你学习。这个一定道理啊。不能演法实相，如何能戒引众生？如何能把佛法介绍给大众？所以为人演说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学佛菩萨的精神，无有疲厌来做这个工作啊！这是无尽光神他关键的第六首，设法所有广大众一切现前瞻仰佛，寂静光明照世间，此妙言神所能了。种种艳言诸佛神，他的法门使得种种福庄严极净光谢陀门，所以赞颂里头有极净光明照世间。前面两句啊，设法所有广大众，我们从这里看境界的广大。这个是决定要学习的，
我们能力现在做不到超越地球，能力做不到，心量要有啊，在这个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众生，我们的心要常常关怀他，要常常念着他。如果有这个机缘，我们决定不辞辛劳去帮助他，这就对了。没有缘不必求，求是攀缘啊，缘现在人讲机会啊，没有这个机会啊，现在人讲创造条件，创造也有创造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那什么创造呢？啊，得有条件才能创造条件呐、啊！啊，都是缘成熟啊，缘不成熟，我们有心呐、啊，有愿呐、啊。啊，我们的心愿呢是圆满的，有这个条件呢，我们的心就达到了啊，所以心量一定要广啊，机会一定要抓住，不能够把机会轻易失掉啊，一切现前瞻仰佛，一切众生啊，瞻仰佛一定要认识佛，他不认识佛他怎么会瞻仰佛呢？所以认识佛教比什么都重要啊！特别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啊，还有一类虽然接触佛教而误会佛教的人啊，这两种人我们怎样帮助他呢？首先不必跟他讲经说法，首先把佛教介绍给他，让他了解什么是佛教这个很重要啊，极尽光明照世间，我们要学习的特别是对于现在这个时代众生，现在这个时代一切众生身心动荡不安啊，心动身也动，身动得太过分了，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社会大众啊，都是这样动的，以为这个动是正常的，他没有看到一个静的啊。如果你表演一个静态的，会给他很大的启示啊，会让他真正去反省。入佛的教学包括道家的教学都讲求静啊，都讲求啊缓慢行住坐卧动作要缓慢，
缓慢才显得稳重。过分的这个快急显得轻浮。入佛不是不讲求敏捷，敏捷讲要在什么？要在静态里面显示出敏捷。你看佛家的拜佛，古时候佛家拜佛是胡跪，跟我们现在中国拜佛的形式不一样。胡跪是右膝不着地，一个膝盖着地，但是现在我们拜佛看大衣的时候能看出来右面膀背露出来，为什么呢？长者有事情吩咐你去做，动作敏捷，静中有动，经教上通通都有啊！在佛的戒经，在儒家的这个礼记都讲到。所以极静是主，是体，敏捷是用。体用都表现在行住坐卧四威仪中啊。你看他这个态度非常稳重，办事非常敏捷。有条理有程序，一点都不乱呐。照世间呢，展现给世间社会大众去看呢。就是表演，生活就是表演，工作也是表演。佛菩萨示现到这个世间，点点滴滴无疑不是表演，都是利益众生，一分一秒都没有空过，这了不起啊。我们要是不懂得，你到哪里去学？你学个什么？下面第七首：摩尼出现住世间，坐于一切宫殿中，普于无边广大法，此十方神之境界。设方宫殿如须弥山诸佛神，他的赞颂。他得的法门是一切世间能灭一切世间诸趣这然苦。那么我们看看这首偈，摩尼，这是我们的本师啊，释迦牟尼佛了，出现住世间呐，华严的境界，不是这一个世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示现在无量无边的世界。
分身化身啊，正如经上讲的千百亿化身。三千年前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是千百亿化身里面的一尊化身。坐于一切宫殿中，一切宫殿不是一个宫殿，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是坐在菩提树下啊，他老人家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哪来的宫殿？佛所坐的地方就是宫殿。啊，确实是这宫殿，我们反复看不见。声闻、缘觉、菩萨他们看见啊，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圣人心清净的，看到大地琉璃地，七宝成就啊。我们心不清净的，看到大地泥土沙石，没有离开这一个境界了。个人看法不一样，我们看法佛在树下面铺一堆生草子打坐，菩萨看的时候，这个佛上面有宫殿，七宝庄严，下面金刚宝座，这才真正显示出境随心转，相随心转。心是能转啊，相跟境界是所转啊。普欲无边广大法，我们要从这个十方宫殿神他修学的法门来说啊，能灭一切世间苦啊，那个住去自然我们把它省掉啊，能灭一切世间苦，我们立刻就想到世尊在十三道经上告诉我们的，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世间苦啊！啊，这什么法呢？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就是无边广大法了。这个法了，能灭一切世间，诸趣自然苦。我们从这一个提示，就醒悟了。知道怎样离苦得乐，知道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第八尊诸佛智慧最甚深，于法自在现世界，现能山明
真实理，微光物慈，心性清。微光自在诸佛身。前面我们读到他所修学的法门，是自在开悟一切世间。能到自在开悟一切世间呢，这要不是诸佛如来做不到啊。啊，这在教下讲的说，这个人大开圆解了，他才能做到。大开圆解至少都是发生大事。天台家所说的分证即佛，啊，他不是相思维，他是真实维啊。啊，第一句诸佛智慧最甚深，我们要知道这个甚深智慧我们具足，不是如来独有。于法自在现世间，最甚深的智慧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这个智慧现前必须无明，要破个若干分呐。无明不破，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不会现前。般若智慧现前，于法就自在了，这才能够自在现世间，跟诸佛如来一样，众生有感，立刻就有应，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感应道交，绝不设施啊，非常有信用能洗山民真实理啊，这就是开悟众生啊，为一切众生演说诸法实相啊。啊，慧光菩萨做到了。啊，从这个法门成无上道，所以心欢喜啊。第九首，诸见愚痴为暗盖，众生迷惑常流转，佛为开山妙法门，此照方身能悟入，光照十方诸佛身，是照方身啊。他得的法是永破一切愚痴执着见啊，这个法门我们要换一句话说，大家就更容易明了，就是永断妄想分别执着，这是我们非常非常羡慕的啊。
赞颂里面第一句说，住见就是我们所有的妄想见解，都是根源于愚痴。愚痴就是无明，为暗为盖，这个暗跟盖两个字就是三毒烦恼。暗是痴啊，盖是贪嗔。我们根本无明，根本烦恼，从愚痴来的，众生迷惑常流转。众生迷惑了自己的本性呐，流转于六道轮回，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佛为开山妙法门，这个事情确确实实，世间人包括天人都不能够解决。佛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呢？世间人确确实实有这个意愿，想了生死出三界，但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念头啊，就是感呐。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所以佛就到这个世间来实现，出现在这个世间，帮助大家满足他的愿望。佛为我们讲经说法，为我们说出三界六道十法界的业因果报，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只要把业因消除，果报就不见了。这个业因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佛在出现品里面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佛业余为我们道破，使我们产生了希望，产生了信心，进一步要求佛详细说明解脱的方法。那《华严经》是最圆满的述说，理论方法境界都说得很多，说得很圆满。末后一首，愿门广大不思议，烈度修之宜清净，如昔愿心皆出现，此正因身之所了。雷音电光诸佛神，他得的是成就一切大愿，大正后解脱门。菩萨得法里面行愿具足，
啊，一切大愿是愿力，大正后是心呐、啊。一心见愿，愿就圆满成就了，就愿门广大不思议。简单的说呢，就是四弘誓愿。烈度修治一清净，啊，四弘誓愿，中心是第一愿，要完成第一愿，必须断烦恼、修法门、成佛道。所以第二句讲啊，离度修治一清净圆满了。烦恼断尽了，法门圆成了，啊，佛道也成就了，啊，那么他才能够如愿以偿，啊，如喜愿心皆出现了，啊，这一句就是诸佛菩萨应化在虚空法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就是第一愿完全落实，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所以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的另一种说法。什么叫菩提心？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啊，四弘誓愿一定要把它做到。啊，从哪里做起？从断烦恼做起。烦恼断了之后，才能修法门。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烦恼没有断尽，不能广学多闻，啊，所以祖师大德教给我们，法门这个烦恼没断，学一门，啊，学一门目的是呢，目的是帮助断烦恼，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一门是修定的，定才能破烦恼啊，啊，烦恼断了。智慧现前，广学多闻啊！所以现在人把四弘誓愿搞错了啊，前面两句忘掉了啊，只看到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佛道无上誓愿成，他只搞后头两句，前面两句不要了，怎么个修法都修不成功，错就错在这里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